一彩也传送一则讯息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熊大，我跟你讲，要寄件的时候讯息。”之前传送忍者讯息，他说其实我喜欢寄件人收的讯息。什么 ？Yuna 也传送忍者讯息，他说你上次化了妆真的很难寄件人收的讯息。什么啊 ？Yuna 传送忍者讯息，他说你下次化妆的时候记得要寄件人收的讯息。什么啦？到底要讲什么啦 ？Yuna 传送忍者讯息，他说你很正。好吧。怪兽也传送一段影片，寄件人收的讯息。哎，不是啊，我还没看到啊。怪兽也传送一段影片。哎，我点开了。怪兽也传授一段讯息啊！之前我真的传授了，之前我是要传给我的泌尿科医生啊，之前 Hello， 之前我要把 Hello 拔掉，之前，天亮了，不可以再看了，不行，再看一篇就好，反正一篇也才30秒。好无聊、哦，滑下限动好了。哇！干，为什么大脸都变那么大、啊？可是好像要截图一下，好丑。各种同学 Yuna 邀请你加入他的广播专区，要还是不要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新的功能吗？我之前没有看过。好啊，加一下好了。Yuna 告诉你，他这礼拜有新片哦，记得看哦。哎，大家哦，啾咪咪，大家记得支持我，我的贴文要帮我按赞，大家喜欢吗？我穿泳装，我觉得我这样还蛮性感的，哈哈。大家有在喜欢我吗？大家有按赞吗？记得要收藏哦，分享哦，爱你们。今天好开心哦，帮我投票，我今天午餐要吃什么好不好？要吃汉堡还是吃薯条呢？我最后是吃薯条，大家看我这张照片好好看哦。哎，怪兽昨天新发的文也太帅了吧！而且他这个头毛怎么那么可爱，嘴角也好可爱，好想亲哦！爱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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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长这么帅，拍这种照片会不会是？哎，会不会是 gay 啊？看他追踪清单，快点，看了就知道。要不要去看一下他追踪清单？快点，看了就知道。好了好了，看一下。你看哦，猛男。怎么都是肌肉男，全部一排都是，什么鬼？讲了吧。还是他最近有在健身？我觉得有可能。他有追林柏宏哎，拜托你。哎，怎么还有追许光汉呢、啊？咦，还有蔡依林、小 S、阿妹，一定是。啊、哦，不看了不看了。我觉得你的 IG 的限动好像比较清楚，我的传出去都会糊糊的。你看，因为你是安卓手机，就是我在相簿看都是正常的、啊。因为你是有设定那个的吗？高画质发布不用设定的，没有差，因为它是安卓手机发出来就是会比较难看。可是你开了，也在高画质上传，你有开耶，所以没差。它是安卓手机，因为它是安卓手机。而且你的字体跟卷衣服画也怪怪的，它有时候会这样跑不出来。因为 IG 就是设计给 iPhone 用的，还是我网络不好？不是，哦，有可能呢、欸，我中华电信。我们刚拍那个，我们来发文。好啊，好，那我来供给你们。好啊，等一下，张雨柔目前还没有这个功能哦、喔，不好意思。他供给我，不用供给他，他目前没有这个功能。我已经供给熊大，可是我供了、喔，没事没事，我没看到啊。因为正常来说，他就是看不到。对对对，你不会看到。罗梅是没更新，都没有罗梅。没有更新啊。iOS 吗？没有没有，它这次新功能就是没有它，它没有刚才在里面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是偏心 ，IG 就是偏心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不要恐慌哦，你们就发吧，你们发，拜拜。算了。耶，杀青快问快答。今天要问什么？今天想要问你在用 IG 的时候，你想要推荐给观众什么账号呢？这问题不错吧？等我一下，皮肤色的吗？我要找对对对，有没有皮肤色？我觉得那个要拿来推荐就会有一点不公平，因为毕竟太多皮肤色。这个账号我很喜欢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它很有创意。可以先拍上面，有没有看到上面是什么？兔子，是一个兔子，对不对？再往下看，它干嘛了？它看到一个碗，然后它去吃东西，就变成什么？驴子，好可爱，有没有很可爱？还有一个，这是不是维纳斯？对，好，看到他做一个剪贴，看到了吗？看我的哈不到哪里了？他头发放上去，飞起来了。他是国内的艺术家吗？他是日本的艺术家。会不会觉得我这有点无聊的？我再推一个。这是人拍的、喔，好夸张哦。他有一些影片是，他就真的就是漂浮在海面，然后就看那个海浪那种打过他，然后你就从海底下往上看。这来。哦，这个厉害。海面上跟海面下看到的颜色不一样。
然后就觉得这厉害耶，很美，这好疗愈哦，真的。好，欢迎 Yuna。 好，我自己是幼教人，就要跟大家分享很多可爱皮肤色的小孩。第一个应该大家很多都知道，这个 Rise and Shine，他们家有四个小孩，算了，他们拍到了，双胞胎很可爱。可是我不喜欢小孩子哎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喜欢就好。然后还有，然后再来第二个小孩的是，你是都追踪小孩的账号？对，他们超可爱，而且我自己有翻拍过这个，又是情人节，它就是一个小戏精。这个可爱，这个可爱，因为我要嘟嘟来追踪。这个真的要追起来，这个可爱。他们家也是有三个小孩，三孩就是我的梦想。再来第三个，好味小姐，他们家的妹妹雷梦很可爱，因为她就是有一个开学记录，开学前的记录，我以后要帮小孩做这个记录。我要先分享这个是 Nobody Sausage， 它就是一些香肠。什么？是香肠人，给大家听一下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哎、欸！啊 ，3D 建模的。对，然后之后他们有一些。打打打，刚刚那个再放一次。这个。是你哥的声音吗？这个真的很可爱。跟他一个我很喜欢一个女生，她是华人，然后她会拍就穿搭影片，她就是个子小小很可爱的女生，她就说 I don't wanna be cute, I wanna be sexy。 比如说这样。她是很自然的那种女生呢，对，她好可爱哦，好漂亮，很有气质。这个账号没有很有名，叫了皮梅不反悔，他叫陈皮梅，他会用一些图，然后就配一些谐音梗的内文，比如说像这样，就地产大亨，因为产子在地上之类的，还有什么？哦，酸民，这个好笑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大家真的，大家很喜欢看我们影片的谐音梗，真的可以继续挖掘一些，然后投稿给我们。没错，他追踪我，大家可以追踪他。有一个类似这种叫吴沙敏，吴沙敏的账号也很好笑，羽生结弦，张雨生，张开啊，手张开，张雨生，若雨生，吴雨生，雨生巨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夜来风雨声。真的还有这种食物的，你看他把虾子掰开，不要瞎掰好吗？真的有够惨，吹啊吹啊，我的骄傲放纵，不受 corn 制，寿司然后 corn。龙妹今天推荐的都很棒哎，谢谢龙妹。疗愈身心，欢迎大家去看，真的。志芊芊，你有要推荐什么 IG 账号给大家吗？他叫做毛毛帮，他是在发他自己做的一些迷因短片，像这个，他自己画的哦，他自己做的，哦、好可爱。就这样，好可爱哟、喔！或者是男生都喜欢鞋子跟美女嘛，对，然后他就试着把两个结合在一起，靠呗，超恶心，靠呗。如果有这双鞋很便宜，你会不会买？不会。耶、yeah, ，谢谢志芊，不用谢。他们是粘土好朋友啊、哦，好 Q 哦，这感觉可以。去幼儿园可以做，他手捏。对，而且你看他还怎么吃隔壁的手手这种，然后他吃掉另外一个朋友，他风很大，他在大吼，他在大吼，然后整个被吹歪，超可爱，超可爱的。W A A B E R， 请大家去追踪啊。好，我要推荐给大家这个账号，它叫做辣妹厨房，它是一个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自然不做作的女生，就她最著名的风格就是她很厌世，她就会很厌世的，然后说啊哪个东西就是怎么样，我直接挑个给你们看，超爱小琉球粽子，她这个越讨厌香到不行，但在煎之前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吃粽子饺。什么鬼啦，超可爱，然后就是你听她用词什么故宫金箔之类，就像妈妈胡女士，胡女士，爸爸陈大哥。那他现在出来都很好笑，他之前下大雨的时候，他整个淋落汤鸡，他就这样。就是一个这么自然的女生，推荐给大家。好的，很可爱。好，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开那个不一定要开的小铃，一次可以不用开，但是要追踪我们的 IG， 我们 IG 很好看。我很好笑，而且漂亮，他们也很好笑，真的。他们也很好笑，但没有很漂亮。我还漂亮，我还开玩笑的，资源气质美女，耶、yeah. ，OK。好，后我来， okay. 不知道哎、欸，气质美女，你应该是、啊，应该是美女。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什么打掉了？天哪，喜气的妹妹，你你头上收细啊，迄囡仔头无法动出来，是不是安那？啊，我就生小小的囡仔就好。
剩一些给你的